这边是来自北京，然后是其实是昨天到的，然后主要也是20周年来参加哥哥的这个纪念日活动。我是从西安过来的，我在西安上班，特地来参加这个张国荣逝世20周年的活动。首先是我打印的一些照片，还有在地铁站旁边买了一些花，然后还有一些他的纪念 T 恤，还有相机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写真就打印下来了，说想着和花放在一块儿，放在这里纪念他。我是今天上午7点多到的香港，就昨天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，就特地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首先就是人很多，我是没有想到大家都这么热情，毕竟他已经离开了我们20年了，但是香港人民并没有忘记他，就是让我感觉很感动。今日我哋嚟系怀念哥哥咯，因为我哋好挂住佢噶。佢走咗咁多年，我哋每年都会过嚟嘅。佢真系做戏啊、唱歌啊，样样都好好。佢做人都好好，佢好有爱心啦。咁我哋都跟佢做咯。上海过来的，从04年开始参加哥的活动，然后每一年他的41和他生日912都会过来参加活动。然后这一次因为是20周年嘛，所以比较特殊。然后我们荣民也搞了特别多的活动，纪念活动，然后就是每一个都不想落下。从昨天其实就开始，大家陆陆续续都有人送花牌过来了。然后今天的话我是9点钟过来的，这边就是已经摆满了，对，队伍非常的长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从学长街一直要到万叶到隔壁街了，大概有1000米这样这么长，对。而且有很多是当地的市民那个自发组织过来的。你也看到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花牌嘛，然后是全国各地的粉丝送的，然后还有很多我看到当地的香港市民带的小朋友，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啊，我今天看到有韩国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意大利的粉丝，他们都就是过来参加活动，然后就有送花，表达了全世界的歌迷对哥哥的一个热爱吧。